写的，你看这边就缅甸。不是，你又带我去缅甸吗？没有啊，你看地上啊。那个垃圾堆有啥好看的？你们在网上几千几万买的翡翠，切开不也就这样？这是翡翠？对啊。帮我看一下来。我操，这还真是翡翠啊。对啊，你随便找一块打冰看一下。哦，还有情底这个颜色的啊，带一点苹果绿。天哪！喏，这个不可以做一个小冰胶的一个挂件吗？哇，这些肉也细，对吧？这个还有一点绿的啊，看，哇，货真价实的翡翠原石啊。然后这个中间内化了一小坨，这个也可以扣个挂件的。幺妹，嗯，那刷新我的三观了，真的。怎么样？下面捡两块回去。两块哪够啊？那你可以叫人过来捡啊。叫人过来捡。啊。真的。真的。幺妹，嗯，这是可是你说的啊，让我捡的，对吧？捡多少都是我的。但是啊，你得在没有拿任何工具的前提下，不是能拿多少算多少啊？我这能拿多少？那么兜里揣两个呗，衣服兜个几十块回去，不是捡回去我也不会叼啊。我会啊，我员工会啊。你员工会那让他们免费跟我叼十几个出来吗？你做梦啊，肯定要给叼工费的。行，那我挑几块。我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开创兵种，是吧？来切进去一看，哎，大白肉，这玩意儿呢也值得叼，不过只能机叼了啊。表妹啊，你说他们花几千几万买的就当宝贝一样的是吧，在你眼中就沦为了这个垃圾堆。话也不能这么说啊。是吧，这看皮壳啊，虽然是干青的，但不能卖你们一两万了，那不切开一看哦。哎，表妹，嗯，我都挑的眼花缭乱了。这样，既然你的格局那么大，是不是，嗯，这样吧，我带几个人过来捡。你怎么又扯到这个上面了？对吧，带几个人过来捡，我一个人实在是捡不过来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哎呀，我就把这个挑回去啊，这个还能做点东西啊，这件还带一点点紫，我这还有一个紫罗兰，虽然肉出了一点，还是不错的啊。这几块我挑回去做件，好吧？对呀，其实玩翡翠你们就应该玩品质高一点的，你看就这样的货，嗯，花那么小的价钱买的，在我们这里就这样堆着的。所以说玩普通一点的什么几千几万的，在翡翠行业里面叫通货，就跟汽车里面的五菱宏光一样，对不 对，到最后就是沦为这个地步了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就这个道理。哎，有道理。那还是那句话啊，你说让我带几个人过来捡啊，是吧？你怎么又扯这个啊？好，你等着啊。